狼来啊！对对对，我们那个哈、哦、电视上的10万 YouTube 来了，赶快我们去给迎接他一下。哎、欸，十万呢、欸？哎呀，有有，这个好像是哎、欸，是不是？昂昂黑的有哎呀，六块哦！啊，好像看到有，好像有人呢、欸。哎、欸，这不是我们的那个十万 YouTuber 吗？我们帮你想了一个很棒的开场。来来来，刚刚觉得太像港妹，有点不太好意思。对对对对，我们再推一下。十万！哈哈哈哈哈哈！警卫以为我们是什么暴徒？有朋自远方来了，对不对？今天有没有不吃牛的？我不吃，两都不吃牛。嗯，好吧，那今天就让你们体验一下我们那个狮汉的在地美食，哦、对不对？因为我们等一下进市区嘛，大车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要帮你精心准备一台你们俩专用的小车。小猴子？对对对对对，不是小猴子，我们的终极战车来了，今天就是这一台了。哦，哦。哎，等一下，旁边这一台才对。所以呢，我的风云战车就先交给你哦。哇，阿贝太可惜了，本来要带他们去吃一下风云的特色牛肉面。对对对对，哎，想不到两个都吃鸟。就在两天前，忽然收到台北骑士的讯息，说他跟阿飘刚好会经过丰原，问我们是否一起出来吃个晚餐。台北骑士也正巧在几天前达到10万订阅的里程碑，能跟电视中才能看到的人物吃饭，我们当然义不容辞。原本是打算要带他们去吃一家很特别的用牛肉汤做的牛肉面，殊不知两位竟然都不吃牛。好在我们早有料想到，因此就直接前往 Plan B 的陈家吃肉羹。但是，哎、欸，该不会没开吧？你要收无亏？你干无亏呢？哎、欸，你没开啊？哎、欸，怎么有这种事情？所以因而辗转来到了这家阿北口中的丰原最好吃的火鸡肉饭。可以吗？可以可以。谁要先点？我来一个随机的啦，一个鸡在帮你的。好，随机，那你吃大的吧。哎，好。哎，我们有火鸡的，随机。哎，我随机。你这是小的、啊？嗯。小的，有比较小吗？感觉没有啊。哎好，就是本来想说是一整天的行程啊，就看到你们好像直接是在埔里，我们今日就卖两块零食的时间了，我们就把我们的行程给缩短。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吃饭这个火鸡肉饭嘛，丰原嘛，对不对？再下去一点，它是潭子，过去这里是神冈，然后他们这些区域嘛，对不对？都在台中市的区域里面，台中北边呢，它是苗栗，然后南边的话是彰化。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嘛，对不对？大概在这里的旁边这里，一间非常神秘的饮料店。花生蛋，好像似曾相识，我好像在哪里看过。那还有其他的我就没有画出来，嗯，我就是这样，嗯，对。那我们家就是这个，我们家就在这里。哦，我操！不敢不敢不敢，我全身是汗的。我其实我刚刚在等你要讲那个台中男性，我还以为你要画什么熊还是绵羊，我刚才在想要不要画什么。所以阿北，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些饮料店有多神秘呢？运气好的话也没有，会遇见超级大人。大人？对。所以说好，就让各位期待一下，我们现在马上转场带各位去，好不好？传说中很神秘的饮料店。好，我们出发。出发。哎、欸，今天超级赛人出现几率很高哦，有，今天有机会哦。你是不是好奇说为什么那个这里会看到那个超级赛人吗？哎、欸，哎、欸，来，你懂了呀、啊。在前往最后一个景点之前，今天身为一个专业的地陪，当然不能让来宾给饿到。买完超级赛亚人的饮料后，就是最后的饭后甜点，一间创立于1914年，两届吃安日常咸蛋糕大比拼中脱颖而出的百年得发咸蛋糕。那个通常职业病的样子，成功取得咸蛋糕。哦，这个跟上次的情形一样。谢谢。待会各位跟补充一下，老板娘当时忘记跟你讲，这是他电视给我纸袋了。
还想飞了，哎，你找到了，哎，路人甲、路人乙的举动。由于北齐跟阿飘晚上还要赶路到埔里，原本要去丰原宫老坪看看夜景、吃吃夜宵，就改去山脚的正清宫。丰原正清宫是中部第一座大甲妈分灵的庙宇，今年新逢建庙入伙安座15周年，13日刚结束为期5天，酬谢天地三界、众神护佑的山朝元教大典。趁着典礼的灯笼海还没被拆除，这片缤纷就成为了今天旅程的终点。欸，其实这个地方有没有灯笼海，我已经看了2个礼拜了。我每天都会经过，我真的20年一次啊！你好好把它看起来啊！对对对，我至少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再看1个礼拜没问题了。我觉得可以坐那个电动轮椅。哇，这阿贝，那个我们已经亏欠这个老板娘2次了。对，正确拿法是这个样子，有没有？来了，百年老店荷巴甜蛋糕，好不好？得得得得得得得，先看这只脚的。恭喜10万订阅！哎，掌声加尖叫声啊！十万订阅的里程碑，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肯定。台北骑士在我们心中之所以特别，就是从那部惊天动地的30岁的毕业旅行开始，一路看着他成长，经过走中奖，然后变成全职 YT， 再到现在的白银奖牌。每周收看故事已经渐渐变成一种习惯，跟随着北骑在骑车中体悟人生。影片里的每趟旅行，深刻华丽的场景描绘，心路历程的娓娓道来，让荧幕前的我们也身临其境，好像也一同参与了这场冒险。以前听到10万订阅的 YouTuber 就好像电视明星那般的遥远，但现实中他们还是跟我们一样，吃着宵夜，拉着迪赛。虽然已经1年不见，台北骑士依然还是那个热爱骑车的台北骑士，所以祝福你10万订阅之后还是能保有初心，继续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人生故事。我觉得要符合你的形象的话，你等一下相机放下，你要拿着饮料杯，然后一边走，然后一边吟诗，然后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台北里郎。要吟什么诗啊？吟什么诗好了？古有曹植七步成诗嘛，今有北齐七步就是。七步减诗算了。那个我们就不强人所难了。哎，好了，那我们来真正的结尾，阿伯。你的东西呢？我的东西。我在车上。紧，等你。你有什么东西？是吧？刚刚假的，我们有个真正的结尾啊。OK。你等阿伯回来。好。这个好，本来是今天的计划是说。带你们去宫老坪上面有一个新所小的地方，但是因为碍于你们时间，所以说哈，我们就先买这个锁，那你们签名，然后改天再把你别上去。我没有拿笔呀，妈的！好起来，看你要签在哪边，因为我觉得有点空间给飘哥好了。一人签一面，来签一面。我不太好写。今天几号啊？11月29日。然后后面可以再写个注明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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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找个量身机子挂在我们宫老坪的新锁上面。如果这个哪天自己糊掉嘛，对不对？记得 take 台北骑士叫再来一次。要一次 take 2个，还有我挑一个，我们挑哥一下哈。对，一次 take 2个。如果说有没有觉得说看他们两个今天这样太小了，有没有？没关系，抖内我们直接抖内锁这么大一个，我们直接给他们签，再把你给挂上去。好不好？所以今天就感谢我们的来宾啦，台北骑士。对对，十万！啊！辛苦了，辛苦了，各位啊！慢点，十万！拜拜！
啡。哎、欸，哦，这样挺喜欢好嘞。喜欢好啊。我觉得今天应该就是那个良辰吉时了啦。没有错啦，很适合我们的布达典礼啊。真的，难怪我们有风老平屋哦。对对对对对对。哎、欸，我们今天设定一下这个好日子有没有？秋高气爽，来造福我们丰原的车友啊！来来来，你看、哦。它这个新手的地方还有两个，有这一个跟另外一个，我们去那个大一点的那个好了。哇！来来来，到了即将到达目的地。哦，可以哦，可以哦。还有够车友。哇！各位观众，我们的龚老平啊。哇，这个天气玩得好呢，果然就是良辰吉时啊，没有错啊，很适合在这种天气有没有？帮我们的台北骑士跟我们的雨系的男人来做一个上桌的一个布达典礼，噔噔！哎，各位观众，这次是台北骑士跟雨神飘的联名手头，来，大家了解一下，哎、欸。啊、雨神飘嘛，对不对？对。然后呢，台北骑士的签名，所以阿北，你觉得我们就给他布达下去，你看喽？没有错，其实让我们现在在这个好天气把它布起来。好，给给给给。开锁。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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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北骑士伯君天起来，就看到我们的雨神飘，我们就把它留在这个丰原的新所哦。对，所以说好，这个位置在哪边呢？请到您龚老平大爱心小爱心的正下方。我们把台北骑士联名手套就留在这里。所以各位观众，如果你也是台北骑士或是雨神飘的观众呢，欢迎各位观众来这里拍照打卡。如果你见不到台北骑士本人也没关系，来这里跟他拍照也是同样的意思啊，就好像大甲正南宫在丰原正清宫的分灵，那现有台北骑士跟雨神飘的分身在这里。讲的好像等一下要拿香来拜的，是还不至于啊，但是可以来这边缅怀他们，推荐这个类景点给大家。嗯，对啊。对，耶、yeah ！哇，阿伯，这所在真是袂歹。不过我带你来看一个物件，好不好？这阿伯，你有啥想法？哈，搞麦克笔给我摕啦。你知道要写什么吗？可悲。我刚以为要写你头顶的，我还没上，我还想变大悲。